各位李建师哦，大家好哦。啊，我现在宣布哦，我们台东市歌艺文化交流协会啊第十五届第二次李建师的会议开始哦，谢谢各位。点餐了哦，大家吃的怎么样？好，好，拜拜，过来。切三切四嘛，来办这个会员的礼，我讲 OK 啦。这个其实我们都可以变，可以变通了。大家只要诶欢喜就好吼，这个无要紧吼。啊，过来就是啥？一个七月甲八月中间，咱嘛过一个礼金聚会。我是咧讲吼，那这个第三遍的礼金聚会，我是咧医生讲，无咱来礼，你看嘛，无要紧。啊，过来就是咱九月初三，咱要办歌手比赛。啊，所以讲哦，咱九月先生已经伫后面嘛已经变好啊，所以讲哦，咱即马大家吼、哦，爱用真热情的心来参加。其实咱的班，咱办的歌手比赛，就是公正公开，吼，大家感觉讲咱的这个会讲实真正有文化，讲实有品质的一个会，安尼好无？好。安尼，张万叔过来就互你主持，哦，好，谢谢各位，好。啊，大家再一次把好啊，大家必须感谢的。但是吼、哦，虽然是咱李水玉表演好吼，但是后边有一个杀手啊，由咱的舞蹈理事长廖理事长，哎，跟我们关心一下。虽然经过过话为名吼，但是嘛，甲大家讲好久不见。好、啊，希望讲今仔日的餐吼，大家有当食好欢喜。好、啊，谢谢。啊，谢谢我们廖理事长，我们再次感谢他，廖理事长。好，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常务理事长，哎，我们跟这位同学啦，我们支持起来，尽力啦。啊，李师傅好，各位同学同学，大家好。啊，咱吼，这个礼仪吼，啊，咱吼。爱吃就来吃，爱吃就来吃哦！啊，大家天天欢喜，天天快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啊！谢谢我们的常务理事长哈、哦。啊，我们那个我们这个协会里面有两位哈、哦，都是做代书的一个行业了哈、哦。我们这个黄婉珍啊哈、哦，还有我们的那个杨同学啊、哦，常务理事长哈、哦，这两位都是代书的行业。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他哦，这个很专业的哈、哦。那、啊、接下来就我们邀请我们的常务建师长好不好？那我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讨论题好不好？我们这个阿里农的每一次的活动哦，像今天的一个出席率哦，99%哦，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哦，你们有参与哦，我才有这个工作可以做，要不然我会被人家抱怨掉，哎呀，我这出席率这么低哦。怎么样？哦，就代表大家了哈、哦。啊，我们啊，我会讲嘛，就讲个理事长，讲完以后，那你探讲这本，我不是的，最主要是我们要提个建议了哈。看这样可不可以通行？那我是会员，然后我提出一个，看看可不可行，就是说哈、哦，因为我平常的时候60岁就退休了。我就是
专业的就是当志工。我这个志工是真的没有收钱，而且还是真的有一点水准，所以哈、哦、表演的那个意义也不断。那我是建议说哈、哦，如果可以像现在的时候，碧颖他常常出来跟我们一起跟社区这一些长者哈、哦、跳舞活动关怀他们，我认为哈、哦、以后的时候我们会里哈、哦、可不可以做个布条？好、哦，哎呦，做个布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光我们的这个各异文化协会，而且还可以跟那个长者他们互动，这样的时候跟社区的时候真的会打成一片。因为、哦、我上个月的时候是九场啊，表演九场，一场助念的刚好十场，这个月是六场，下个月的时候是八场，所以我的片约是真的不错啊。不错的时候，因为我们最主要是真的没有跟人家收钱，所以只要以我们的歌艺协会像这个布条、哦、稍微做小一点，因为我们不要抢他们那个风采啊，我们去关怀的时候、哦、到最后大家都会合影，那大家都会知道，而且大家会打成一片，你说这样可不可以？好，谢谢。由我们这样可以，为什么会宣传啊？可以啊，我们好、哦、那这个不是，如果大家可以的时候我们拍个手好不好？他节目啊，什么这个是由我负责，因为这个变成是我的雕虫小技啊。这个对我来讲，你看啊，我们昨天、前天去的时候，也有吉他手、萨克斯风呐、啊，还有古筝，什么都有。我有一票的这个专门在做街头艺人，在表演的，这个都不用钱的啊。啊，就会跟他们连结，所以大家都会说，最好是不要三个月来一次啦，你看看能不能两个月。因为我一般都是三个月到社区一次一直循环，啊，他如果说真的很热情，我们可以两个月，啊，两个月的时候，我如果看到这个协会比较大的人，我们就可以用布条，小的不用了，哦，小的就是我，哦，就是这样哈，我的心意大概这样，好，谢谢，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季老师啊，哎，还是我补充者哈，我嘛欢迎那个季老师哈，把那个。以这公益的行程哦，他破你群组，哦啊，有缘的朋友，咱会使甲季老师做伙来呀，哦，陪，季老师即摆行程大部拢是安养院嘛，啊，甲迄个一挂社区的长照，哦啊，咱老员会使规划，咱大家相招啊，一起去做公益啦，哦，去啊唱歌跳舞哦，老伙仔看，哦。哦啊，希望大家也当一起参与啦。好、哦、啊，麻烦麻烦季老师，你看看你的行程我会群组。好、哦啊，我们现在大概季老师，你大概就是你挑重点，好、哦，就是，因为咱那边小少去哦，人数可能会较侪，哦啊，所以麻烦你较找较大一点，好、哦，谢谢。谢谢我们廖辅导理事长啊、哦。啊，其实刚刚那个廖理事长啊、哦。他讲的也是我的意思啦哈、哦，我希望就是说，那个季老师啊，你也不要客气啦哈、哦，有任何的一个活动哦，就把它泼在我们的群组上面哈、哦，啊，大家有空想要去参与的人哈、哦，就主动去报名，哦，点上去，哦，啊，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哈、哦，除了长照，啊，昨那个去找来那个是长青学院哈、哦。我们去的时候好像有一个102岁，还有一个97岁的，我看到他们好像是看到自己的家人一样哈，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哈，所以希望哈，我们这个团队哈，借用季老师哈，季宝元季老师哈，这个成熟的机会，因为他已经打响了很多的一个知名度出来，啊，他说我们借用他的一个名气。也壮大我们的那个台中市歌艺文化交流协会未来的一个名声哈、哦，谢谢他哈、哦。那我们的临时东西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如果没有的话，私底下还可以再反映我们的或私赖或其他都可以的，好不好？好、哦，那接下来由我们的那个郭理事长来宣布闭会，好不好？好，那这个话的那个。行程啊，的那个游览车都是这样预定的哦，进北海能待，罗南边能待。那么就是那个额满，就不再接受报名了哈、哦。反正预定是这个样子，到时候看行程那个报名的那个
情形怎么样，我到时候再调整，好不好？好啦，好，到时候再调整。那其实我们那个可能这两天就画不下去的话，我请大家拥有哦，拥有一轮豆苗，好不好？哦，那就谢谢各位。那么台中市歌艺文化交流协会第十五届第二次啊礼监事会圆满结束，谢谢各位，谢谢。Hey, Michelle!